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金融与汇兑第七讲的课程。从这讲开始呢，我们要连续三个讲次跟同学来说明外汇市场。那今天呢，是我们在说明外汇市场的第一个讲次。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大纲。今天我们跟同学呢，呃，来讲的重点有四个。第一个是外汇市场的意义，第二呢是外汇市场的特色，第三外汇市场的功能。 第四呢，我们要介绍外汇市场的类型一。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说明的第一个单元，那就是外汇市场的意义。那也就是我们要跟同学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呢，它指的是外汇的供给者跟外汇的需求者为了进行外汇交易呢所形成的市场。那当然呢，同学我们知道，市场嘛，它就是做买卖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外汇市场呢？主要呢是因为啊，呃，我们各个国家呢，它又都有它自己的货币。那也因此呢，如果说啊，我们要在国际间进行一些商品的贸易啦，或者是进行国际投资的时候呢，那就需要啊，将本国的货币转换成外国的货币。 那才可以呢，来进行呢这个呃外币的支付，或者是呢要将从国外收到的这个外币呢要兑换成本国币，那这样才可以呢在国内呢呃来使用。那也因此的话呢，在呃这个呃外汇呢这个呃买或卖的呃这个呃场所的话呢，我们就称它为是外汇市场。 啊，那么也因为呢，必须要有外汇市场，那么国际间呢进行呢外汇呃这个国际的商品的买卖啦或投资的时候呢，他们呢才可以呢很顺利的来进行。好，那么介绍完了外汇市场的意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讲的第二个单元，外汇市场的特色。那么我们要从几个部分呢跟同学来说明外汇市场它具有什么样的特色。首先来看第一个特色。 外汇市场的第一个特色是，外汇市场是各种不同的货币，或者是对货币的请求权，他们彼此之间买卖或对。啊，那外汇市场啊，它跟呃一般的这个市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用货币去买货币。 通常我们在呃呃市场上面啊，任何市场我们要买卖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货币去买商品。可是，在外汇市场呢，它是用这一国的货币去买另外一国的货币。那因为两个两呃这个两两者都是货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买卖，但我们也可以说呢，它是一种兑换。所以我们也也可以说呢，它是用这个国家的货币去兑换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 那么这个是它很特别的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的交易，可以称为买卖，它也可以称为兑换。而买卖的价格呢，就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我们就称它为是汇率。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假设呢现在有 A 跟 B 啊，位在不同国家的两个人呢，那么他们呢彼此呢来进行呢这个呃货币的兑换。A 呢用一万三千美元。 跟呃支付给 B，那 B 呢支付欧元一万元给 A，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A 用美元向 B 来兑换欧元，也可以说 A 卖美元给 B，或者是 A 向 B 买入欧元。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B 呢用欧元向 A 来兑换美元，也可以说 B 卖欧元给 A 或 B 向 A 买入美元，而。 欧元一万元可以兑换美元一万三千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欧元兑换美元的比率呢，啊，它的汇率呢，就是一欧元等于一点三美元，那一点三呢，就是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好，那么这个是呢，呃，外汇市场的它的第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它是货币换货币，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买卖，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兑换。来看。 呃，外汇市场的第二个特色，外汇市场呢，可以是一个场所、一个交易的网路，或者是一种交易的机能。呃，事实上啊、哦，在外汇市场的当事人，他很少集中在一个实体的市场来进行买卖。外汇市场呢，它通常呢是一个呃网路。 呃，因为当事人呢，通常呢都是透过呢，啊，电讯的系统啦，或者是网络呢，来进行交易。当然，顾客跟银行之间啊，如果在这个银行的柜台来进行买卖的，那这是另外另外一种呃情况。那这就是一种实体的市场的交易。但是呢，大多数的交易呢，都是透过啊这个呃网络或者是电讯的工具呢来进行的。所以呢，呃，外汇市场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无形的市场。 它只是一种抽象的范围啊啊，也可以说呢，它是有事无常。好，那么这个是外汇市场的第二个特色。我们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的第三个特色。第三个特色是外汇市场是全球性跟全天候交易的市场，没有空间跟时间的限制。那我们知道啊，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城市，它的外汇呃市场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它通常都会有开盘跟收盘的时间，譬如说在台湾，我们的开盘是从早早上九点开始，然后呢，呃，下午四点钟结束。那呃，如果说啊，全球的这个呃外汇市场它都是这样子来进行的话，那应该是啊，这个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在呃进行交易，但因为呢地球自转的关系、哦、各个地方呢它都有时差。 那这个时差，大家同学都可以了解。譬如说呢，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白天在活动的时候呢，其实世界上的某个地区呢，他们现在是夜晚，正在睡觉。好的，那么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呢，也因此呢，造成了虽然各地啊它都有开盘跟收盘的时间，然而呢，他们交易的时间呢，呃，有的时候呢是有重叠的，有的时候只有重叠一部分，有些时候呢它是没有重叠的。 那么我们用一个呃图表跟同学呢来说明啊，这个外汇市场它交易时间啊是怎么样子来分布的。我们以外汇市场开盘跟收盘的这个时间呢，它呃全球的话是全年雪梨时间的星期一上午九点到纽约时间的礼拜五下午四点钟啊，新年等特殊假日是例外的。那么同学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的话呢，我们看到哈、啊，呃以台湾时间来说的话啊。 那么，呃，雪梨啊，比我们要早，这个呃呃，它的时间是比比我们早的。所以呢，雪梨的这个外汇市场它开盘时间也比我们早。那么，等到雪梨开盘两个钟头之后呢，日本的东京开盘了。那么，等到日本东京开盘一个小时以后呢，香港、新加坡还有台湾，它就开开盘了。然后呢，你可以哦，我们同学可以看到哈，那么雪梨、东京还有香港、新加坡以及台北呢，我们有几个时间的一个重叠。 那么来到呢呃呃台北时间呢、啊、下午的呃时段的话呢，那么呃雪梨它就已经收盘了。可是呢，接下来欧洲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外汇市场，譬如说法兰克福啦、伦敦啦，或者是苏黎世啦、巴黎啦这些市场呢，就陆续的开盘了。好的，那么等到呢呃晚上呢我们下班了，啊这个欧洲市场它继续在进行，然后呢接下来出场的就是美国了。 啊，那么呃，纽约时间的话呢，它在欧洲时间的后半段呢，它就继续呢，它就呃紧接着上场了啊，它就开盘了。那么等到呢我们在休息的，我们晚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啊、呃，纽约时这个呃纽约市场呢，它就进行交易。那么等到纽约市场呢它收盘的时候呢，紧接着，澳洲的雪梨呢又开盘了。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呃各地的时差的关系呀、啊。 同学，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啊、喔，那么呃各地的话呢，它可以啊这个呃衔接啊，可以衔接。那也因此啊，如果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当事人或是一家银行，他想要进行外汇交易呢，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呢，不管是什么时间，他都可以找得到全世界现在正有一个或几个市场目前正在进行交易的。 而我们刚刚提到过，外汇市场它是个无形的市场，我只要透过通讯工具或者是网络来进行买卖就可以了。也因此，那么虽然我们这边是收盘的，没有在开盘，没有在营业，那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啊这个呃网网络的这个管道，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目前正在营业的市场呢，它进行啊这个外汇交易。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呃。 前一个市场它的收盘的呃价格啊，收盘的汇率一定会影响到紧接着啊陆续开盘的这几个市场它的一个汇率。那因此的话呢，全世界啊这个外汇市场可以说哈、啊、是一个全天候还有呢全球性的一个市场，而且呢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那么呃，大概啊，这个呃最活络的时间的话呢，就是落在呢亚洲跟欧洲重叠的时段，以及呢欧洲跟北美洲呢重叠的这个时段，可以说呢是全世界外汇市场进行的那么最为活络的一个时段的。好，那么讲完了外汇市场的特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由 Q&A 跟同学来进行讨论。我们看第一个问题：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可以以单位欧元等于多少单位美元表示？ 也可以以单位美元等于多少单位欧元表示吗？是，呃，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哦，啊，那么，呃，虽然说我们呃两种说法都可以啊，但是呢，国际间呢、啊、通常都习惯用一单位的欧元等于多少单位的美元的这个方式来表示。 那么，呃，以一欧元，然后呢，斜线美元这个方式来表示。那用这个方式来表示，同学，我们就要知道它指它的意思就是一欧元等于多少美元。那这个呢，又称之为是间接报价法。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会跟同学来说明哦。好，那么呢，我们知道哈、啊，就是这个汇率要怎么表示啊？它通常会有一个习惯的啊。虽然说两种说法都可以，可是我们要还是要遵从习惯比较 OK 一点。来看到下面一个问题。 外汇市场是全球性与全天候交易的市场，意思是全球的每一个外汇市场都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吗？好，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当然了，我们以为说全天候的市场，那它每一个市场它都二十四小时营业嘛？当然不是了、啊，我们这个答案呢是否定的。 事实上呢，全球的每一个外汇市场，它都有它固定的开盘跟收盘时间，大多数都是上午开盘，下午收盘。可是呢，因为外汇市场它大多利用电讯工具或电脑连线的方式来进行买卖，不需要集中在有形的市场交易，所以它没有空间的限制。第二，全球各地有时差，因此可以构成全球外汇市场的连续交易，因此我们称它为是全球性跟全天候交易的市场。 那意思就是说呢，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任何一个时间啊，全天候的，我们都可以到全世界的任何目前现在有在进行外汇交易的市场去进行买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用呢跑到当地的市场去，我们也可以进行全球性的交易。那这个是全天候跟全球性的意思啊。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我们这一讲的第三个单元——外汇市场的功能。有关于外汇市场的功能呢，我们呢啊这个呃归纳为六点啊。第一个的话呢，它提供货币兑换的功能，使得资金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处理国际收付跟国际的清算工作。那我们知道呢，全世界各地啊，每个国家还有不同的货币。 那因此的话，要进行国际商品的买卖啦，进行国际的投资呢，它势必必须要进行这个货币的转换。那也因此呢，如果有外汇市场呢，就可以呢方便我们进行呢货币的兑换。那么因此呢，就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呃活动呢能够呢顺利的进行。第二个功能的话是对于各种国际商业交易以及长短期的资金需求呢，可以提供适当的融通。 呃，不管我们是做商品的买卖，或者是做呃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投资，往往呢都需要一些资金的融通啊。我们不需要准备自备这么样多的资金了、啊，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进行这些经济活动。 那资金的融通呢？啊，在外汇市场当中呢，那当当然就必须要依靠很多资金融通的工具，譬如说呢，在这个呃商品交易的市场上面，我们可以透过呢，例如说像信用状啦，或者是各种的这个票据呢，来进行融通啊。那么呃，如果说呢没有外汇市场，那我们呢當然就不容易呢去得取得呢这些融通的工具，那么来呢帮助呢我们资金的筹措了。这是第二个功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是它可以调节外汇的供需，来消弭各地的汇率差异，稳定国际金融。那因为呢，外汇市场上面呢，啊，对于外汇的供给跟需求，它并不一定在任何一个时间呢，它都是刚好一样的。也因此的话呢，当需求跟供给呢有所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市场啊，那么它的一个机制呢来调节。 啊，调节供给跟需求，那当然呢，透过价格的调节呢，它可以呢自动的啊，那么呢来呢达成呢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个稳定，不管是啊、呃、供需的稳定或者是价格的稳定。那么这是第四个功能。接下来我们呃第三个功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个功能，它可以提供各种规避汇率变动风险的交易方式跟工具，来维持国际交易活动的正常拓展。 那我们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外汇市场当上面啊，那么呃，既然它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市场，那么有供给有需求，可是供给需求呢，它经常会变动，也因此呢，会造成汇率的一个波动，而这个汇率的波动呢，它往往会对市场的这个呃参与者啊，那么在进行呢各种交易的时候呢，会产生呢汇率变动的风险。 那么如果说呢，没有规避汇率变动风险的一个呃工具啊，或者是管道的话呢，那么可能呢，会对这些当事人呢造成交易上的啊这个呃呃损失。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外汇市场呢，它也提供了很多呢这个规避呃风汇率变动风险的一个呃工具、啊。那那么呃提供给呢当事人来使用。好，那么呃至于呢这些规避汇率变动风险的这个工具呢，我们会在后。 呃，这个往后的课程当中呢，再跟同学来做说明。接下来看到第五个功能，它让投资者跟投机者呢，可以利用国际间利率的不同，还有汇率的变动，来进行各种外汇交易，来获取呢投资或者是投机的利益。 当然，在外汇市场上面呢、啊，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呃自由买卖的一个市场啊，那么当然就会有一些投资人或者是进行投机交易的当事人，他们利用了这个汇率的变动啊，那么来进行呢买低卖高这样子的一个呃交易活动来获取利益。 那市场上现在呢，当然呢也非常多啊、哦，那么这方面的一个投资工具啊、哦，那么可以呢满足呢这些啊呃投资者或投机者他们的一个需求。事实上呢，在整个外汇市场的这个呃交易当中的话呢，这一类的交易呢，它占的比重呢是非常大的。好，接下来看到最后一个功能，它汇集各国资金呢，提高国际间资金的运用效率。 那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各国的中央银行它会有持有外汇呃存底，那么呃大型的银行或者是呃国际型的企业呢，他们手上可能也会拥有很多的这个呃外汇的资金。那么如果说呢有外汇市场，可以让他们这个这些资金呢，可以呢啊这个呃有这个嗯使用的一个管道的话呢，那当然呢也可以啊，那么提高呢这个资、呃、金运用的效率。 那以上呢是外汇市场呢它的一些功能，我们归纳六点跟同学来做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这一讲的最后一个单元——外汇市场的类型。这个外汇市场的分类呢，我们呢只，呃，这一讲我们先做一个部分啊、哦。那么其他的分类，我们会在后一讲当中呢再跟同学来继续说明。我们首先来看到，如果依照涵盖层次的不同来区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成呢广义的外汇市场。 还有呢，狭义的外汇市场。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讲广义的外汇市场。广义的外汇市场呢，它包含两个层次，哪两个层次呢？第一个是银行跟顾客间的市场，另外一个是银行跟银行间的市场。好，我们首先来看的是银行跟顾客间的市场。银行跟顾客间的市场呢，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特点：第一个，它是银行。 因应顾客的请求而跟顾客进行交易。第二，它是零售性质的市场。第三，它可以利用有形的市场，例如银行的柜台，或者是无形的市场，例如网络银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啊、呃，这种呃，银行跟顾客之间的交易呢，相信同学呢，你们呢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譬如说呢，啊、呃，我有一些外汇的需求或供给。 那么呢，呃，我要呃呃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呢，我有商品的这个呃出口，那么以因此呢有这个外汇的收入，那我呢呃来进行呢这个呃呃外汇的买卖的话呢，通常我们都是直接到银行呢去找啊这个银行来进行，那呃这就是形成了银行跟顾客间的市场，这个市场的交易呢，通常都是银行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它是应顾客的请求来进行交易的。 那么，呃，通常的话呢，呃，如果说我们在银行的柜台啊，那么跟银行呢进行这个外汇买卖的话，它就是一种有形的市场。可是呢，现在有很多的顾客呢，他透过呢网络银行跟这个银行呢来进行呢这个外汇的这个买卖啊，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有形的市场，也可能是一个无形的市场。那它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属于比较零售的市场，因为呢每个顾客他买卖的金额呢。 都多寡不一，甚至呢，有些呢是非常的这个金额非常的小，但银行呢，它都啊会呃愿意跟跟顾客进行这样的交易。那因此的话呢，它属于比较属于零售型的市场啊。那么这个是呃银行跟顾客的市场。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次，那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那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它的特色就是它是银行为了要调度资金。 规避风险，或者是从事各种的投资或投机性的外汇交易。那么还有呢，它是属于比较批发性质的市场。另外呢，它也是属于无形的市场啊。那么这种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的话呢，呃，它事实上啊是属于呢整个外汇市场的一个主流，因为外汇市场呢，它主要的当事人呢就是银行。 所以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的话呢，它就构成了整个外汇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啊。而它另外一个特色呢，它是属于批发性的市场。也就是说，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的话呢，它通常都会有啊这个呃最低交易金额，比如说一个单位就是一百万美元啊。那这个呢，大概在顾客市场里头呢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因为它的交易金额通常都是比较大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一种批发性的市场。 啊，批发性的市场。那银行呢？它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跟其他银行来进行交易呢？呃，譬如我们刚刚提到，它为了调度资金，为了要呃这个呃弥补它外汇部位的一个缺口，或者是为了要进行呢呃外汇的投资，或者是投机交易等等的，那么它都有可能呢会跟其他的银行呢来进行交易。 那么这个是呃，在广义的外汇市场里面的第二个层次，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一个层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狭义的外汇市场。所谓的狭义的外汇市场呢，它其实指的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这个市场啊。那么我们知道，因为银行跟银行之间呢，那么它的交易的金额大。 而且呢，呃，整个外汇市场的这个主要的从当事人又是银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这个重要性，要比银行跟顾客的这个市场的重要性要来得大。那么也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呃，下面一种分类啊，下面这种分类跟我们上一个分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呢，如果依照市场性质的不同呢，来区分呢，我们可以分为呢，短售的外汇市场跟零售的外汇市场。 什么叫做短售呢？短售其实就是批发的意思啊，所以呢，短售外汇市场它的特色是：第一个，它有最小单位交呃交易单位的限制，例如说一百万美元为一个单位，而且呢，它的汇率啊买卖差价比较小。此外，银行间的交易呢，就是属于这一种短售的外汇市场。 那么呃，刚刚呢我们提到过哈，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那么它的特色我们也提到了。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呢，银行跟银行之间交易，它还是会有所谓的买入汇率跟卖出汇率。那因此，银行在进行这个呃外汇交易的时候呢，这个买卖的差价为什么会比较小？原因就是因为呢，它的交易金额大，因为交易金额大呢，所以呢，它报价的汇率。 也会报的比较这个呃精确一点，而且呢，它的差价呢也会比较小，因为它不需要太大的差价。那么它的金额大，它自然呢整个呃交易的这个差额呢就呃可可以啊、哦、有相当的交易差额了。那么这个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呢，是属于短售的外汇市场。当然，同学你应该已经猜得出来的，我们下面要讲的零售的外汇市场，它就是属于呢银行跟顾客的市场了。所谓零售的外汇市场呢，首先第一个。 它没有最小交易单位的限制。第二，汇率的买卖差价比较大。第三，银行跟顾客之间的市场呢，它就是属于这一种零售的外汇市场，啊。 那么呢，呃，我们提到这个银行跟顾客市场，呃，跟顾客之间的交易啊，通常呢，银行都是属于被动的。所以呢，同学你的经验呢，不管你要买卖多少金额的啊，那么呃，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零星的哈、啊，那么呃，这个呃呃这个钱币的这种啊，就是你呃铜板的这种金额的话，否则的话，一般来说银行都是会愿意跟你交易的。好的，那因此的话呢，啊，这个它没有最小交易单位的一个限制。 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呃，银行跟顾客之间呢，它一样有买价跟卖价。那么因为呢，交易金额比较零星了啊，没有最小交易单位的限制，所以呢，银行跟顾客之间呢，他们买卖的差价呢就会比较大啊，买卖差价要比银行跟银行之间交易的这个差价呢要来的大。好的。 那么说明完了哈，这个呃外汇市场的这个呃种类哈，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这个银行跟呃广义的外汇市场、狭义的外汇市场、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银行跟顾客之间的市场、短售的市场，还有零售的市场。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图跟同学呢再做一个哈这个呃总体的一个归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银行跟顾客之间的市场呢，它是属于零售的市场啊。那么呃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呢，它是属于短售的市场。 那因此的话呢，广义的外汇市场是包含这两个层次的市场，而狭义的外汇市场呢，它只有指的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这种短售的市场。而我们未来跟同学呢，在谈到外汇市场的交易的时候呢，多数我们也是指的这种银行跟银行之间呢交易的市场。 那接下来我们用一个表啊，汇率表呢，跟同学啊，那么再进一步的说明啊，银行跟银行之间，还有银行跟顾客之间呢、啊，这个汇率的报价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啊？当然呢，汇率的呃这个呃单元，我们会在后面一个章节呢，再跟同学来说明。不过呢，在这边我们要先跟同学呢，建立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看这个表。 这个表的话呢，是二零一三年十月到十二月啊，美元兑换台币的即期汇率。那分别呢，啊，有这个统计的二零一三年十月底、十一月底，还有十二月底的。那么，呃，根据呢第一商业银行啊，它的这个呃报价的这个统计啊，银行跟顾客之间呢交易的汇率啊，在十月底的话呢，买进二十九点三四，卖出二十九点四四。 啊、同学，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买进卖出是银行买进卖出，可不是顾客买进卖出哦、喔。所以，当顾客你要买外汇的时候呢，你要买美元的时候呢，要适用的是二十九点四四；当你要卖美元的时候呢，适用的是二十九点三四。那二十九点三四跟二十九点四四这当中的差价零点一呢，它就是银行的买卖的汇差。 通常我们买卖外汇的话呢，啊，银行是不收手续费的，它的利润来源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买卖的汇差。那在我们国内的话呢，通常啊，对顾客报价的话呢，都报到小数点第二位啊，而且它的差价的话呢，原则上呢都是零点一。那可是呢，也如果说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报价的话呢，刚刚我们在那个表里面有看到啊，就是呢，这个呃，银行跟银行之间的这个报价的汇率呢，要报到小数点第三位。 啊，报到小数点第三位。那通常的话呢，银行对顾客报价，它的买价跟卖价的话呢，多数呢都是以这个呃银行之间的这个汇率的平均值啊来加码或者是减码。当然，买价就是减码，卖价就是要加码啊。那么也因此，我们知道哈、啊，银行之间的这个买卖的这个汇率报的比较精细，它报到小数点第三位，而且它的差价呢也会比较小。好。 那么呢，呃，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呃最后面啊，我们有一个 Q&A，跟同学呢来做一个讨论。一般所称的外汇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外汇市场，还是广义的外汇市场？好，一般我们所谓的外汇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外汇市场，因为呢，不论是市场的规模或者是重要性，顾客市场显然都比不上银行之间的市场，也因此。 市场交易的重心呢，它就落在银行跟银行之间交易的这个层次了。那往后，往后的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凡是提到外汇市场的时候呢，通常也都是指的银行跟银行交易的这个层次。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在课程的最后，我们跟同学呢来复习啊，复习一下今天的关键字。今天我们跟同学介绍了几个概念，第一个是外汇市场，第二无形市场，第三。 银行间的市场，还有呢，银行跟顾客之间的市场。那下一讲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下一讲的纲要。下一讲呢，我们要跟继同学继续来谈外汇市场的类型。另外，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外汇市场的结构。好，课后不要忘了复习啊、哦，同学。我们下一讲再见。